各位钓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钓鱼台海域，大概80海里左右。今天的潮汐是算大潮，然后风速非常强。我们今天特地挑这种很恶劣的环境来测试我们2019年新推出的这个矢剑之牙三。今天这个钓鱼台海域大概有100多米深，平均的深度大概在120到150到200之间。然后用这样子矢剑之牙三的一个铁板，刚切水速度很快以外，再拉动也很轻松，对这种深长特别好。我们来试试看。